Thank you.
五一超市门口啊，一副有班车了。上午参观养老院，下午还去世博园啊。能力是能养老。
层有地方结账吗？没有，只有十二楼。啊、哦，好，谢谢。这个只能会员结算吗？不是会员能。微信余额扫一扫就行。然后呢？放在这儿。
报交友。防疫工作部分要求，凡进店购物消费的顾客，需要您出示个人健康码，请您进店前提前完成北京健康宝扫码查询，并向工作人员出示健康码。感谢您的配合，永辉超市祝您购物愉快。顾客朋友您好，应北京市政府防疫工作部分要求，凡进店购物消费的顾客，需要您出示个人健康码。请您进店前提前完成北京健康宝扫码查询，并向工作人员出示健康码。感谢您的配合，永辉超市祝您购物愉快。顾客朋友您好，应北京市政府防疫工作部署要求，凡进店购物消费的顾客，需要您出示个人健康码。请您进店前提前完成北京健康宝扫码查询，并向工作人员出示健康码。感谢您的配合。永辉超市祝您购物愉快，祝您购物愉快。那可是的，我知道，是吗？哎，我一九八，对，啊。